有看出来我们今天要玩什么吗？你来，我们要来玩你画我猜的游戏。彤彤能够画出我们的题目吗？爸，你真的以为答案就这么简单吗？哇，现在画楼梯对不对？嘿，我猜出来。好，很棒。下一题。什么下一题？当然还是要猜一下啦。这样子也可以哦。对啊，对啊，你看，这是彤彤画好了，对不对？猜是溜滑梯，对不对？啊，不对，题目不是溜滑梯哦，是什么呢？爸爸请猜。答对了，现在换爸爸出题，彤彤来画咯。对，可以吗？好，来加油。看一下爸爸的表情。我觉得我知道，爸爸笑不出来了吧？跟同样画了，我还有水，是不是？我画了吗？好，这是什么？圆，对不对？好，很棒，来换爸爸猜。我换两次。画吗？好，加油！仔细看哦，这一题特别难，猜得出来算你厉害。可以了吗？画完了吗？画完了。画完了，两个字。对对，可是那个我很想猜雪宝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它不是雪宝，因为雪宝那个脸皮太难画出来。就是猜中，我也觉得你很厉害。这个很多零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同一个再多画一点，有没有办法再多画一点？再多画一点。说多画一点就多画一点。点哪里？点鼻子。鼻子。好猜了，这是彤彤给的提示。好，雪宝。错。那什么？彤彤跟爸爸介绍你画什么？忘记了。彤彤已经画到自己都忘记自己画什么了。爸爸，我要用小草。你不能讲出来，那你跟爸爸讨论。好。画巧虎，巧虎好吧？我们画巧字好不好？巧字，哪里配对组？好吧，等一下。爸爸的题目究竟是什么呢？彤彤会愿意画几个字？可以透露？不能透露几个字。好，不能透露几个字。但是我可以给你其他提示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先等彤彤画。哈哈哈！彤彤，不能讲哦，不能讲哦，不跟妈妈说。不一样。这么高啊！哈哈哈！上面是人吗？坐好。妈妈还希望可以拿到更多的提示，没想到。画完了吗？很好，对不对？你很棒。我觉得彤彤有表达出他的意境哦，彤彤你画得很好呢。几个字不能讲，但是我可以告诉提示是，他是一个卡通人物。卡通人物。人名。彤彤很厉害哦。No， 为什么是高飞？我不懂。哦，不是。最终妈妈得知答案了。我现在才我看得出来，彤彤你真的是很抽象哎。妈妈听到答案后整个傻眼。101，太101，你女儿啊，
上订阅加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以上四题，你们有猜出答案了吗？请大家在留言处写下你的答案。楚妈将于2021年3月1号抽出一位四题都答对的粉丝，送出一份限量版的精美小礼物哦。